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来成都，在哪里有很好玩的地方？这边火锅吃的比较安逸。这个地方就是锅塌越安逸，耍得开心了。帅哥你好，我们这里的菜你喜欢点些啥子？你们这里有安逸吗？有安逸，给你安排得很巴适，很安逸。你要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安逸还是不辣的安逸？肯定是辣的安逸噻。辣的安逸。好。嗯。辣。这是辣的而已嘛，这是不辣的，这是不辣的，安逸得很。这是辣的，干嘛烫的？我说，你这个火气没怪，晓得不嘞？不能这样子喝。那我给你说咋喝？那我给你调节。然后把这个茶叶避开、抛开，这样子干。好，干完了，把这个茶叶避倒，这样子喝。对，晓得不？就不能端这个位置，懂了没？是不是这样子喝茶，你才很安逸，对不对？才很舒服。很安逸啊！哦，再干，就这样子吧。啊，爷爷心安逸。一天到晚是安逸很啥事情？上你哪儿来了？就是太安逸了。你有安逸吗？安逸得很。有毛病？啥事啊呀？安逸其实是指舒适的、好的，是个形容词，不是个东西。你怎么搞这么久啊？